大家好，我是莎拉老师，目前任职于各大企业的广告投放，是个专业的品牌投放手。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很努力的发文、拍影片，但都没有流量，只能够当个孤芳自赏的演奏家吗？让我们教你如何有效将你的创作转换成你的品牌流量吧。只要拿起手机，就可以开始打造你的个人品牌，简单好上手，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怎么样做出你的品牌价值，有感提升你的发文触及率，让你的创作让更多人看见哦。7月21到7月28 ，Keep the Lean and the Light On， 我们第四届台湾场地嘉年华见。